你有好多种不同的路数，有的呢是觉得它有一件事情的发生背后是有这很复杂的、很神秘的，甚至永远不可解的原因。但是有的时候啊，你觉得你解呀、啊，发现呢、啊，实际是个很庸俗的、很普通的原因。像我的本能反应是：第一，这是冰山一角，不知道什么东西，还有什么素，还有什么东西在危害我们的健康。比如说，是我的一个，尤其现在的食品，漂亮的令人可。没错，对不对？就所有的事情都漂亮的令人可。